金枝儿各色多，网民睇到头都晕。一开播就见到溥儿，又揸时光机。最出奇系明明系大清，佢就叫中国。跟手再跳去嘉庆年，讲古佬话如非逼宫女同老太监对食、啊。九年前冇睇过金枝嘅阿水回明咩？仲唔明嘅系翠翠星咧同 Ada 扮奶妈，对白讲到背书咁，演技真系夸啦啦咯。但点都好过九姑娘，发音咁标准，讲咗都冇人明啊！米奇都嚟凑热闹啊！唉，好在成集仲有五姑娘同埋文女斗气睇，要演奸到出汁嘅纯太妃，对手仲系文女啊，佢点敢偷懒啊？一 roll 机就超紧张、啊，我试过四日冇尿屙啊，每日都系靠阿毛啲咖啡吊命咋。阿毛扮大老官，暴公啲女啊，俾佢嗒晒啦。第一集就出咁多人，叫人点记啊？不过五姑娘就叫大家俾啲时间同耐性、啊，希望观众挨到啦。